2023年打卡99家羽毛球馆，马上就剩2个月了，我感觉已经来不及打卡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继续。你们猜猜我今天要去哪里？全国各地打卡羽毛球馆，这个过程真的很有意思。打卡过的球馆没有上百家，也有大几十家了。从一开始的纯素人偶遇，然后大家就会说，哎呀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你来为什么不提前说一下，到后面的半比赛形式，王秀宇和朋友的友谊赛，从一开始的几十几百到后来的上千人，说实话人越来越多，我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，就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没有想到可能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。走，今天去一个球馆。你好，小皮，帮我导航南京工业大学。在这里，我宣布一下，打卡99家球馆，永远在路上，不会终结。今日打卡南京工业大学。我在羽毛球场，很想你。南京工业大学羽毛球协会，可以。理工科大学的男生，我真的，你不来个社牛点的，没法搞这个。有没有单挑的呀？走啦！小姐，我打11分，然后我拿个5分，可不可以满足我一个小的愿望？很小，小的愿望。不是，我又不知道你水平。你看这个身体，东西都不专业。东西都不专业。那行，那先打吧。啊！好球。这啥？你们有一个石雨琦，不是？你是想干嘛？就通过你的视频啊，通过。好的，好的，可以。石大哥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呢，我也希望就是他们继续锻炼自己，然后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注意伤病，然后未来再创辉煌。谢谢。